然后我们街头啊的魔术非常厉害，来，手上现在呢有四个号码，3947自己去买，变成 A 变四个 A 啊，哇，这个赌神的换牌嘛，是不是？ 李腾，你身上有没有一些receipt 收据是不是？对，收据。看你身上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什么没有，就是 receipt 最多了。从皮包我找一下啊，有了有了，这边有一张。没有，哦有。这边这个可以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一张，我没有，这一张哎，你要很多张啊。多两三张吧。那旁边的啦，旁边的朋友可以不可以帮我们一个忙？现在呢，我们这边 Nique 他这个街头魔术表演里面有没有收据？没有收据，像这样随便。对，买东西也好哈。 买任何东西也好，还是说你没去打油，身上的收据啊，OK，是不是想收这个油？对对对，什么收据都可以。首先把这五张收据集合在一起，好，放在一起，集合在一起，这么仔细看啊，就把它们集合在一起，开起来。 好，拆开来，请们仔细看。好的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哇，哎，这个钞票嘞，哎，白花花钞票，哎，哇，哎，这个是他们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先把那个还给他们，好不好？还给他们，哎，来来来，我们给你们。你们花钱不用钱，还拿回那个钱呢，你们也还掌声要鼓励一下啦，哇，太厉害了。 不过我跟疑问，刚刚有一张receipt，刚好是我的，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说我也是可以拿到一张钞票？好了好了，这张是你的对不对？你给50块真好，现在就把它还给你吧。啊，当然当然。OK OK，一手伸出来，手伸出来，对对对，还有特别的待遇是不是？啊，是，哎，我的钞票，哎，哎不是啊，哎我钞票呢，我50块呢？没有啊，你刚才给我的是收据啊。啊，不是，所以现在还你的也是收据。 哦，好好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好，啊，再次给你掌声鼓励一下了哈，把现场的亮哥捧上来，谢谢，谢谢魔术师，谢谢李腾。